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色甚深微妙佛，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大圣起信论导读，各位居士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打开讲表哦。上三页，好、哦，上三页。上次我们讨论到这个用熏许啊，因为这个真这个净法熏许啊，有分成妄心熏许，还有真如熏许。这真如熏许分成两部分，第一个是自体相熏许，就是内熏了。真如内熏，用熏许呢，就是依那个众生的外之力。其实不论这个真如内熏的自体相熏许，或是用熏许啊，众生外都是要看，我们本身要什么闻思修的修持，就闻思要熏许，才有感召啊，佛菩萨的加倍啊。那这里用熏许是用熏许是耶是耶什么？这个就是诸佛菩萨的千百亿化身的那个妙用而言。那你说怎么感到佛菩萨的千百亿化身的妙用？就是我们本身要的能感的心，是这个在总结是能感的心。就是什么是能感的心？本身要什么闻思修的熏许，才能够能感，才能感召这个佛菩萨的加倍。所以你要再先看一下三十二页啊，你看差悲眼，对不对？差别就是看我们你为什么能够有得到佛菩萨那个无数的加持加倍，就是我们跟他结缘很深了。我们说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一念第一念就是跟我一念相应，就是我这里第六识能够一体其用，四因作佛的时候，就一念相应了，能感的心。这四因是佛，四因一念相应，一念佛，一念佛就是四因是佛。第八识又显现佛的境界，就是佛的境界出来的。那念念相应呢？念念相应就是念念，就是渐渐的、慢慢的能感的心，慢慢的打成一片了，乃至得定了，就这样更成就念念相应念佛。这时候你佛的境界更殊胜了，是这样来。那开始呢，这是一差别来讲。那这里面呢，上次我们讲到平等眼哦，这两行我在就上三页，这个大家了解，把差别平等眼稍微讲一下。在平等眼哦，就是第二上三页第二行第三行一起再念一遍哈、哦。平等眼者，一切诸佛菩萨今度脱一切众生，自然熏许恒常不舍。以同体自力故，随应见闻而现作业，所以众生亦三昧乃得平等见诸佛故。这个平等，也就是说指那个，这个平等也是依佛的角度来看呢，佛的立场来而言呢、哦、你看一切诸佛菩萨，就像我们说，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乃至观世音菩萨的那本他的愿就是本愿呢、啊，既然呢本因地就发愿了，啊，度脱一切众生、啊、那佛菩萨又这样，而且呢自然熏许，这个自然熏许就是他的就发他那个愿力啊，是不假造作的，这个自然就是发自然，他那个他今天度脱一切众生，他今天要度化众生呢、啊、是。自然是就法尔自然，是自然的，而且呢，目的他这个他度脱众生是这样，借由他的怎从那妙用，他的后罗智熏许是启发众生的熏许，那就是说让他借由就是说他自然做一种有一种外缘的熏许，就是让众生啊能够。得到法益啊，因为
因为人为什么欣喜？那个众生，因为他这个，他今天就说他借有他种种的，所以说刚才说千百亿化身，观世音菩萨三十二亿，就是能够因以何身得入者，即现何身而说法。那他启发众生啊，对佛法的欣喜是这个意思，启发。但是他假，他自然这个自然就他不假造作的，也是一种认定的意思，而且恒常不舍，就佛菩萨的心念呢，是恒常的，是说没有那种，就像恒常不舍，就像那个普贤菩萨一样，从一者离心住我，到十者不就像，是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甚离一也，无有疲厌的，是这样。就像哎那个 这种不舍的大悲心呢、啊，也就像那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当中，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他就是一种意念孩子的那种心，他是这样恒常不舍，就是意思。那这里面呢，自然性恒常，我稍微把这里面有讲一个典故啊，大概不根据啊《大般涅槃经》的典故，你慢慢要体会到了哦。这佛陀时代呀、啊。有位那个居士优婆夷啊，这个居这女居士啊，很发心呢、啊。过去是很熏，过去是很熏，过还就是她也是一样熏习很多善根的，就跟佛菩萨结很多缘的。就是、啊、这个等流习性，她今天呢生在释迦牟尼佛时代，她也是也对这个护持三宝，刚好呢这个。比丘众中有位比丘啊，罹患重病，他就要请医生来诊断之内。医生说要需要什么？以人的肉作为药引，人的肉啊，人肉作为药引呢、啊。那有人的肉，他就比较容易快药引，就比较容易药引啊。这药引就很多，比如说药引，就像我们说，类似说加一个，比如说四神汤加一个红枣一样，类似那可能是那个意思啊。要人的肉，不否则的话比较容易把病治好。这位优婆夷尼居士呢，听到这句话，就拿着一些黄金钱、钱钱，就类似黄金的钱呢，到市场上，说谁有爱卖、愿意卖人肉的话，我就把黄金给你，就是要以黄金来买这个人的肉。我找遍了整个城市的市场上，哎，都没有呢，都没有人愿意卖。这时候呢，因为情况呢危急，不说危急，就很需要这个人的肉啊，因为他需要人的肉，这个否则的话，他都讲喽，肉不得肉，命将不全哦。命你说说命，就说你才能够病才会痊愈哦。所以这时候呢，找不到，又既然有钱，也找不到人的肉。所以怎样呢？就这样割下臀部的肉，就自己割。这位优婆夷就很花心，把那臀部的肉割一块一样，割一块。这个哦，割肉哎，就是啊，就拿到比丘那边，那就煮哎，大家煮，把那个就是自然哎，然后用药煮完后哎，加个人肉后哎，这个比丘糊哎，病就好了。但是呢。因为可能在那个时代呀，这个你割肉的时候，那个就说你那种不容易，你不容易消毒啊，确实，你割的肉也被容易就因为伤等于伤口一样，被人切块肉，所以没有你没有做种种的消炎作用，消炎的那个预防的话，就是长上长疮了，疮了就脓血长脓了，这脓呢痛得不得了。就是因为这样，可能是经过还是没办法，就因为被切，就是肉被切除肉的地方长疮了，所以那也很苦恼。这时候呢，那时候呢，内心很痛苦啊，就是他这样就一起一面念“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佛陀”，“释迦牟尼佛”那个意思。这时候佛陀说，在大般若，这是出自大般若，他说那时候他在舍卫国听到。他能够感应到家，这时候呢，感应到家了。佛陀这时候，佛陀呢，马上现前，为他图看到这个他看到来到这位
优婆夷的地方，把它涂咬了，然后护完后恢复如故，就是马上那个被割肉掉，马上呢恢复正常啊，就黄河如本了，原来没有好像都没有割一样，就这样。这算那样，那是佛陀知道，这是就是一种应激说法，就这样。这因为佛陀啊，自然他佛陀都知道众生会感激，因为他个哎，马上为他说法。这时候听完佛法行，那这个听完佛说法后呢，开示后呢，这位优婆夷升起了大悲心，升起什么？哦，升起了无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发起无上菩提心。这是，但是这里还重点就是说，你看这个自然，我要讲以自然心起的意思怎样？佛陀又讲，三子，我以尔时哦，时不往至婆罗那一层，也没有持药涂这个优婆夷的仓垢，就我其实没有到那边去，我也没拿药涂在这位居士的伤口处，都没有，甚至是呢，佛陀是无所住，不执着能度的我，所度的众生，这个意思在这里。说我有时不往至，就是说自然兴起佛陀，那很自然的。他今天他既然度化众生，不是说有人度了他内心有那个智慧呀、啊，念念跟什么我空法空的真如理相应，说没有人所，没有人所那种我们所谓分别心，没有人所的，就像《金刚经》。就说十五众生得灭路者一样，十五众就是那边无所住是这样。所以这个这叫自然心起是这样啊。佛，因为你我们说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一念佛，只要能够感应道交，佛念现前是这样哦。这个故事也是很多，像那个提婆达的故事也是这样，提婆达多啊，也是吃的也是这样，吃的就是吃太多的酥油，他肚子痛了。头痛又肚子痛，所以呢，一念南无佛陀，南无释迦牟尼佛。哎，赶紧道教，佛陀马上，那时候他说讲的也是药给他吃，哎，马上恢复头痛，头也不痛了，肚子也不痛了。但是又讲了哟，这个大波利门怎样？三子，我时不往调婆打手，摩其头户受汤宁服，就是我其实都没有到达提婆达多地方。但是你就这样，那就说那是自然而然的认定的这种大慈悲心呢、啊，无缘大慈，通理大悲也在这里哦，是这个这里是这也是那个意思。那我们看第二行呢，看回到这个讲表呢，就说这菩萨就是佛菩萨那种内心啊大悲心，但是以同体自力故，虽见闻而现作业。同体呀、啊，同体这个同体就是真如。同样是真如理，真如的体呀、啊，体性，哦，它的体性都是真如体，它也自力故，这是依什么？依佛的立场来讲，众生也是有，众生呢也是同体同真如体的有这个智慧力呀、啊，但是呢，就是被这个我执我执的尘垢盖覆住，哦，是同样意思，佛众生也是同样，就是我佛和众生都以同体自力故啊，那这里依佛来讲。随因见闻而现作，随众生根基的立论，善根厚薄，应就是这个能应的佛菩萨。见呢，就是众生要见，因为见什么相，闻什么法，因为众生的根基有立论啊，善根有厚薄，所以佛陀也是一种，随众生的那个想要见什么相，闻什么，然后现什么作业，现这个。佛菩萨现者，作业是就妙用，作业就是现者妙用，那就是随因见闻而现作业，什么意思呢？就是所谓的，我刚才讲说，这释迦牟尼佛的千百亿化身，观十八三十二因一样，因你何身得入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就是这样。有些人需要见到那个出家众，他才有人需要在家众，这不一这个就是见什么相也是这样，闻什么法就是这样。因为佛菩萨，那他一清二楚啊，是这样。哦，下面解释所谓，下面是解释这个所谓众生意义上面，这个上面上讲正定呢、啊，哦，意义上面
这个正定呢，这个三昧有什么？我们说涅槃三昧、华严三昧、法华三昧。哦，那今天讲，我们说乃至平等建筑，乃至自然而然平等建筑而故。因为刚才讲过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一念感应道交见到佛，行从第八识心中显现佛的境界。这个念念相应什么意思？就念念念下继续下去呢，就得定了。定什么？就是三昧的意思。这个比如说啊，我们说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净土宗的祖师啊，慧远大师，他3次见到什么？西方三圣，就见到阿弥陀佛了。他也是成就念佛三昧。哦，那这个一般来讲，三昧一般来讲，一般来讲说，哎呀，初地以上的菩萨才有可能。或但是呢，三贤位的菩萨也可以啊。这个就是我们，你只要能感的心，能够念念相续，就成定了。定就是三昧的意思。只要我们有能感的心，念念相续，也是能够见到佛，是这样。那平等见到佛，见到诸佛故，是这样。哦，这是这样，是这里。哦，那这里面呢？哦，请大家看一下，我看一下，看那个上述表18页哦，倒数18页第一行啊。这个再讲一个，18页倒数第4行哦，附表18啦，附表对不起，附表18哦，上次附表第1页啦，哦，附表18哦，第1页哦，那个倒数第4行哦，一起念啊，以同体自利者，言不但被以众生同体，自利亦以众生同。以此事成常熏之所以，随众生记忆，应见何相，应闻何法，而为之现何身，说何法，即正显三业用相，是平等悲愿中之差别用。用虽差别，心是平等，曰平等言。这比那就像，就是佛陀啊，因为他，因为你看到，哦，这个里面你讲到，我们看倒数第二行中，差别用，就是因为众生。差别是指众生有根基、有利钝，善根有厚薄，所以佛陀不得不为此施权呢，权巧的妙用就这样，因为是这样来的。那虽然差别，但是呢，佛陀心是平等的，就像呢，这个在《妙法莲经》呢，第五品药草一品，佛陀的说法就像下大雨水一样。从天空啊降下雨水，哦，这几天雨水呢，哦，那佛陀，但是呢，因为地面上这个根基部，你看，不是地面上植物啊，有的是小草、中草、大草，有的是小的树木，有的是大树木，不一样。因为众生根基有，所以它里面讲到三草二木就这样，因为众生有根基，有不同的根基啊。所以这佛陀也是这样，虽然是用雨是平等的，平等下到大地里面的，但是众生根基啊有不同啊，所以所受的那个所受用的法，但不一样是这样，哦，差别用差别是这个意思在这里。那接着我们看一下，也是倒数第一行，一起念，念到哈，哦，第二页的第二行啊哈，哦，第一行念到第二页第一行，此平等在即，即平等故，得见诸佛赞菩萨之大用，亦平等。所谓众生亦三昧，即修道众生，或信贤，或地上，如得三昧，皆得平等见诸佛。哦，就这里面呢，平等在于众生的根基呀，啊。因为这里面讲的平等，虽然这里面又讲的，那刚才是耶佛的佛菩萨的内心平等，这里又他这里面又讲到。平等，因为众生的根基来讲，因为众生平等，因为他能够就是说，他现在讲到的是，就是说，像第二行，刚才我们33页哦，众生第3行中义上面，他的这里面是因为众生来讲，众生的根基来讲，第一行因为佛菩萨的平等，因为佛菩萨来讲，下面所谓众生义上面就是因为那个众生呢，啊，他能够因为众生根基，你只要成就念佛三昧。得到这个定哦，这个正定、正定、正受这种三昧力呢，自然能够见到平等见到诸佛，是这个意思在这种意三昧哦，得见哦佛菩萨之大用。那看到我们看第二页呢，哦，就是修道众生啊，不论是
信行啊，就十行为了菩萨，三行为了菩萨。所以你我们的一般来讲初心啊，你还是可以啊，就拜佛念佛的修持、啊、也是可能感应到家，也是能够见到佛，是拼了见佛，是这样的、啊。地上是法身大士的菩萨哦，地上我们信位十行位菩萨，三贤位菩萨，十住十行十非相的菩萨，地上那没话说，地上菩萨那法身大士自然而然成就，就平等见诸佛故。那下面再看一下，在第二页哦，第二行一起念，念到最后一行啊，在广而推之，以佛言示众生，众生亦无不是佛，以众生界具真如故。见因佛即见果佛，见他佛即见自佛，一多因果自他皆平等，此得三昧者之见，非耶眼见而无人亦不可不解之也。再推广说，一尘一毛无非法界，况众生夫。这段话是讲啥呢？讲那种讲佛那个妙法莲经哦，谈到这个常不清菩萨。常不清菩萨有两，他有，就是他有两句话，他这里两常不清怎么样？他说，这常不清什么？他内心有法宝，常常的不轻视未来佛，常不轻视，他不对未来佛自己轻慢的心。他里面的金刚藏这个妙法的妙法莲华经啊，都讲到呢，常不清怎么讲哦？我不敢轻你汝等。汝等皆当作佛，我不敢，我都不敢轻视你们。你们为什么？你都是为那个，你们将来一定会成佛的。就这样，他认为众生都是未来佛，从地上的蚂蚁乃至天上飞鸟，是这意思。你看为什么他内心啊，那种信解力很强。就这样，你像那个菩萨，这样你看，你佛很智众生，他就用那种佛的智慧，看都是众生都是未来佛。从天上的天下地上的蚂蚁到天上飞鸟，哦，你众生皆具真如故，说见因佛，虽然见到未来佛，都是见到果佛一样。因佛就是因地，就是有佛性的佛，因地有佛性的佛，接着见到果佛一样，见到看到就见到果，就见到正如自性的意思一样。哦，见他佛即见自我，见到我看到阿弥陀佛，你见到阿弥陀灯，见到自性佛一样。为什么？他你体会到。心佛众生差别的是，就是说你今天啊念，就是我们念佛念，我虽然念的是西方的阿弥陀佛，我同时念到了自性弥陀一样，那是会什么样？这个体会到，这时候你要慢慢的从这个维大师里面讲到，他说，就当知离弃哦，现前一念无量光如之心，何处有阿弥陀弥恼？而离弃。阿弥陀弥恼，何有彻证现前一念光寿之心？就也是那个意思，就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今天念的是说，虽然是念的是西方阿弥陀佛，但是呢，我是以不可得的心，以这个我以，比如说我以这个这种三心了不可的心为题，以本来无一切的体，这个自性弥陀，哎，通慢慢的。他好像是这样，你是要不断的熏习佛法，慢慢哎，达到什么自他不二境界，是这样的。见他我即见自我，就要达到这个自他不二境界，是要不断的熏习佛法来，是这样哦。一不断一多一佛多佛都一样，因就是果。这因果什么意思呢？因果同时的意思。所谓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妙因妙果不离一心，就是那个意思哦。自他皆平等哦。那得到三昧之见，非这个非眼见呢？这个知见就是一种智慧来讲，成就三昧的话，那种知见它不是用一种三昧者知见，不是眼睛见到了，哦，不是眼见，它是，就我今天啊能够悟解到这个三昧的知悟解的这种觉悟的智慧啊，这个知见就这样，不是眼睛见到了，就像我们说《金刚经》说，佛告须菩提，凡所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也是那个，就见也不是眼见，那是一种误解到了，误解的意思，这样误解哦，误解的。所以不然说好，我说一尘毛也是无非法，就是这是因为他这一尘一毛会怎么样？一尘也是如来藏，一毛也是如来藏，无非法界就是这个意思在这里。好，就这样，我们这里就平等也讲过了。接着呢，我们看那个解释哦，
就回到讲表算三界这边呢，讲表哦，解释这里面呢，要把那个提用心起再说明一下哦，就是把这个这个整把这个前面这个就说那个这个这就是真如心起呀、啊，哦，这个从自体相起用这解释一下，就一再一看第四行一起念了、啊，念到第六行一起念哈、哦。持提用心喜分别复有二种，因而为二。一则为相应，为房屋二圣出化意菩萨等，以意意识心许，依心力故而能修行，为得无分别心以体相应故，为得自在业修行以用相应故。二则以相应，为法身菩萨得无分别心以诸佛用相应，为法力自然修行，熏习真如灭无明故。这个提用心喜啊，分别会二种，就讲到这个真如心喜的，因为这个净法心喜，现在讲到真如心喜，这个提用心喜哈，分别二种。第一个未相应，什么未相应？未能够和我空法空的真如相应哦，这个未相就不能跟我空法空的真如相应比如说哪些呢？未房屋，这个房屋是指实心位的菩萨。十心位菩萨，因为藕益大师啊，他在《大圣起信力王》时，他讲这房屋是不是一般的房屋，是十心位的菩萨，他也是有一个修行人呢、啊，他是外环位外环啊，什么外环？心有里外，心有里外，他认为十心位，这个心有里外就是那个，他知道这个他心外有个法可以修持，这样心外有法，但是他有信心，这样他的信心之故很重点，十心位菩萨。二圣的圣人呢、啊，这个是耶圣文缘觉的圣人，他那个也是心外有法哦，他也是虽然证到这个我空的境界，但是他对法空的真如理不相信，不是说不相信呢、啊，他认为有法执，他认为是法是真实的哦，就是证到我空法有的境界，出发于菩萨，出发就出发心菩萨，出发心就是这个出发于菩萨，就是出诸位菩萨。出诸位菩萨哦，十字位里面的出发心住啊，出发心哦住，第一住就是出发心的菩萨，等呢是什么？三贤位菩萨就包含着三贤位菩萨，从十住、十行、十非相的菩萨，出发菩萨等，他们是以什么来信息？以意识信息，用这个意什么？用这个意就是要地基士啊，用地基士哈、哦，意就地基士意根哦，还有意识第六识来欣赏来修行呢、啊。熏习就是修行的意思，就是借由意识，借由闻思修的熏习呀。所以简单用那用意识来闻思修的熏习，就是等修行用第七识还有第六识来修行佛法。那怎么修行佛法？因为他是以心力故，借由这个信心呢、啊，对佛法的信心，对佛法圣言量的信心来修学。说一闻之佛，其观照般若，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信心很重要，因为信心是就是《佛经》所说的“信为道源，功德母”。信心是成就圣道的根源，也是成就种种功德的母亲。信为道源，功德母，说信力很重要哦，是这样。那会什么呢？因为未得无昧性，所以他没有得成就那个无什么无昧性大圣的。根本无分别智，无分别智啊，就是没有无分别智啊，无分别智的智慧，就是没有得到成无分别这个心就是智慧，无分别智的意思。因为你没有成就法空的智慧之故啊，哦，这无分别心呢，能够看你说你这个无分别就是这个智慧啊，根本智，这个大圣的根本智，你没有成就的话，说没有办法跟什么真如体相应，这个体就是我空法空的真如理相应哦，不能攻合。这里应该下一个不啊，这个像这样，你看为得无明不以体相应故，为得无明不以体啊，应该加一个不，比较容易了解哦。为得无明心不以不能够和这个真如体相应故，这样哦。然后你因为你没有这个大圣的根本智，所以自然没有为得自在修行。这个智也就是有后的智啊，自在修行没办法用后的智来修持中无上法。为的自在业修，自在业修，自在业就是有后得智，有妙用了、啊。
有根本智，一点后罗智。说为你没有这个，不能成就这个大圣的根本智，所以自然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后的智，来修学众生法。所以用下这，用这个前面再加一个不比较好，你比较了解，因为哈、哦、不以用相应故，不以什么妙用相应故。这个相用就是我们说刚才讲的一种勤巧的方便的智慧，就后的智。说不能跟这个用相应故是这样哦，因为没有得，因为没有成就后的智，在修行是这样，不以用相应故哦，不能够和这个妙用相应故了哈、哦。请大家看一下，看到上述附表第二页，附表18第二页，我一大师的解释哈、哦，这是倒数第六行哦，一起念的哈、哦。二圣不知有地居士，唯第六修深空观。名为意识熏，彼菩萨已知有地居士，虽第六修法空观，即名一意即意识熏。然第七识未能转离平等性质相应，第六识未能转离法空无漏妙观察智相应。虽得深空妙观察智，未是大圣根本无分别智，以其未证法空所显真如体故。即为正题，何能起获得无分别智，而成真如自在业用也哉？就二圣，因为他不晓第七、第八识，他二圣的圣人，他不晓第八三第七的那个存在，确实他不晓得，说他有法执，知道吗？是这样。说唯一第六识修什么？深空是吧？我空观，深空就我空观，比如说观无常观，从无常体会到无我。从无常体会到空，是这样哦。无常观这个虚空说名为一意识熏啊哦。但是你看讲表里这个讲表里面一，它说一只有二圣的圣也有一意识，但是菩萨像十行位的菩萨，还有这个出外菩这个三行位的菩萨都知道啊，他知道第七识啊。但是呢，毕竟呢，因为十行位菩萨还在修虚空观呢，他毕竟他知道他虚空还没成就。说十字位菩萨虽然修了知道有地七，但是还是要用第六识来修火空观，叫一意识熏。但第七识哦还没有，就说你有在修持，虽然你还没有，就第七识没办法转平等性质哦，第六识未能转，又还没就你法执就是法执还没有断掉，不能转你法空无漏妙观察智相应哦，就是第六识啊，虽然修还是你法空有修法空观，但是还没办法断把这我这个。分别法执断掉之故是这样，所以得到是深空，是我空的妙观察智，这个是我空，没有不是法空啊，所以还是不是大圣的根本无分别智，哦，就是大圣根本就无分别智啦，大圣分别智是为其法正法空所显真如哦，就是还没办法跟那个我法空的真如相应，他已经跟我空啊真如相，但是法空没有我空的真如没相应哦，是这样，那你就是倒数第二。你没有证到这个真我空法空真理，说怎么起后的分别智呢？后的无分别智就后的智啊，后的无分别就是后的智的意思哦。后的智写这无哦，后的智说没办法，后人起后而成真如自在业用也，是不能不呃自然而然不能成个真如那种妙用是这样哦。好，接着我们看这个看再回到讲表，看已相应，这已相应是说他已经哦，那个智慧。已经跟我空法空的真如相应的哦，所以叫法身菩萨。你看，为法身菩萨，就是法身菩萨，他已经分破无明，分证法身的菩萨，分破法头，成就无明成得就是成就什么无明心，这个无明心是无分别智，大圣的根本智哦。自然而然，你知道自然大，你有这个大圣的根本智，就是全始般若智慧也。自然他佛诸佛菩萨的智用相应。智，这个诸佛的智就是根本智，用是后的智啊，哦，就能够和诸佛那种智根本智就叫照常即，用是即而常照，是这样，和诸佛智用相应的，是能够和诸佛智用相应的。那唯一法力，它依什么真如的法力？这时候这个法身大事啊，法身菩萨不可思议啊，那依真如法力呀、啊，自然修行这样。就是那刚才那个和那个前面那个平等那个一样，智能什么也不假造作，任意的，
没有无功，就是无功用道，无功就没有不讲，不用提起来，这自然而然能够任意修行，就像人家一个譬喻啊，就这样呢，一只船啊，帆船，在顺通的地方，顺的地方，它这样不用这样不用划舟，借由这个顺通呢，顺水，哎，就自然达到那个目的地了。哦，不必再用人力去划啦，这就划船就类似作业的意思，有所造作，不用不讲，自然而然是这样。任意的修行就这样哦，就像船一样，那种在顺风帆船，自然到达那目的地也是这样。自然修行这个意思在这里，无功用，不假造作，任意修行。而且呢，熏习正如，那熏习正如，那慢慢的这个，就借着熏习正如，念念增上。正如念真上，就能够昏波米昏成法身。慢慢的念念什么，把无明是把这个全部无明灭掉，是这样哦。灭掉无明是这样，灭是清净真如没有。我们看一下，你看到哎，是三护表18号第三页哦，护表十二第三页哦，已相应的哈、哦。这里面呢，我看一下第三页哦，第一行一起念的哈。名相应，得无分别心，即全时不二之智，实智以自他不二之体相应，全智以自他不二之用相应，亲全时不分，故总曰得无分别心，以诸佛之用相应，佛智即待佛体可知。哦，这里面就是成就无分别心，就是那种，那内心已经跟那个真如理以我空法空的真如理相应，就是这样，全时不二。前十波智智就是自他，这个自他波也是这样。前十波不然有前智是什么意思呢？就厚德智，前脚方便的智慧。实智呢，就是根本智。前十波一智是前十波的智慧这样哦。实智就是根本智啊，这样哦。这前十波呢，为什么没有人手，没有人度了我，所度众生是这样。人度了我，因为人家度化众生要智慧，这时候没有人手了。哦，我说没有是不执着。不住，不是没有人手，不执着人度的我所度的，就像您刚才释迦牟尼佛去度化这位优婆夷，对不对？还是度化这些提婆达多？他没有说，我十不，你看经典，我十不往生，我根本没有到达那个地方，就是内心呢无所住啊，就这样，也是那个无，就没有无北的，是这样，任他任意的去哦，但是还是无能够照常寂的意思哦。那接着看。第二、第三行，这三行一起念了、啊，明行哈，明行啊，登地菩萨修行，唯依法力为集体之智，乃体相二大，依此法力而起数穷横遍之用，心无尽本有真如，灭无尽虚妄无明，皆依智不依事之力，依真如所发之智慧，凡心真如，如灯发光，光凡照灯，如是无明无常处，则无明灭。以是之故曰以相应，对，可能是那个要写，可能要不是这写，看是几相应，可能不晓得，没有要加再多一点的，要以相应的哈。那说明那修行的圣，就是这法身菩萨，为什么呢？修行的殊胜呢？就是初地菩萨他修行呢，唯一法力，就是那种真如真法，就法力就是真如啊，唯真如法力。因为念念是你今天呢，他不失时界，都看随时真如，就这样。那念念说他念念跟真如相应的，你想想看，为什么？你看像普贤菩萨，为什么能够念念相续，不会间断？生离意业，无有疲厌，为什么不会疲不会厌？念念跟真如相应，他知道真如性上没有生心相，离懈怠故。因为真如没有懈怠，没有生心相，无生相，说能够念念跟真如相应说。怎么疲倦？没有，是念念相续的。那你看不简单，就这样，哦。那这里面就唯一法，唯一真如智，唯一真如法力啊。哦，所以说叫集体之智。那体相二大，哦，体相二大。那体相，这个体大相大什么？这相大主要将那个因为那个妙不可思议的功德来讲，哦，就是大悲大智那个功德来讲，依这个法力也起什么？数穷三际啊，横遍十方的妙用，哦。他越说起妙用，越那妙，然后熏无尽的熏习无有的真本有的真如啊，让这个真如更，他意思哦，依提其用，用来造体，慢慢把本有的真如显现出来，是这样哦。因为真如，就因为你这个熏习佛法，就把
借由把这个真如把本有的妙用啊显现出来，这时候自然而然的，这无穷尽的虚妄名就显就像消失掉了，是灭智意志，意志不意识的功德力啊。这个依智必是的这个灭恶生善的功德力啊，说依真如所发智慧，他依就依什么，能够称性起修，依其用依真如所发智慧哦，所以怀熏真如是这样。他现在一个譬喻，这是如灯发光了，就依体其用，那显示是光明一样，这个光明的妙用，妙用呢还是用来照体，哦，灯这一条照体，让这个真如啊能够显现出来是这样。这时候呢，无明就是。这因为它代表智慧的光明，灯就光明。但所以呢，这无明就是烦恼的黑暗，就没办法，就没有潜藏的地方了，就是是这个意思。所以叫以相应。好，接下来藕益大师的解释，就是倒数第六行啊，一起念啊。法身菩萨为见教初欢喜地，顿教初发心住也，所证真如即是一切如来智体，无二体故，即分证其体，即必分同其用。故华严引初发心时，便成正觉清净妙法身，湛然应一切，此后便是无功用道，故云任应修行等。说这个法身菩萨，业什么出教见教啊？见教叫初欢喜地，初地菩萨哦，顿教业什么初发心住 初发心住菩萨，他们都能够分波明分正往生的意思哦，是这样。风波与风正法身，那见教是因为别教，我讲别教啊。这个，因为那个天台法华师讲，这个见教是谁？初欢喜就是别教来讲哦。啊，顿教也顿教也那个言教来讲哦。那所证证的都是一切如来智体啊，就是无二体故，都是一样证如自性的，是这样。他证的证如是这样哦。说分证其体，就分证法身的意思。分证其体哦，即必分同其用，其中。他有这个体，能够有这个根本智啊，证到这个体，自然而要获得智的妙用显现出来，是这样。用就是获得智来讲，体是因为根本智能够证到这个体，获得智能够显现那个妙用是这样。所谓发心，初发心时变成正觉，是指的这个指的，就是说你初发心时就是发心，就是指这个初发心住菩萨来讲哦，这是法身大士的初发心菩萨。哦，变成正觉，它这个变成正意思哦，你当下就是什么，一念相应一念佛，但这个正觉是什么？叫昏正即佛而已了，这不是无上正觉，是昏正即佛，因为这昏正即佛不是究竟即佛，是正觉哦。说清净妙法身湛然应一切，就是说他这种清净的法身也体来讲，清净湛然应一切神，一个妙用，法身的情，他清能够显现的。他能够无所住，就像那个刚才说，能够显现那个千百亿化身，哦，观世音菩萨三十应一样，显现应一切应众生的根众生的所需啊，是这样哦。这些都是并无功用道哦，此后并是都无，他以后的修行都是无功用的，不无功用道是没有人所啊，哦，人所就任应的意思，没有人所意思，没有人哦，不假造作了，就功用有功用就，就哎需要造作一样，没有功用的那个哦，无功用的，那任意修行的意思。好，接着我们看呢，回到讲表呢，这时候呢，我讲，这时候我们看呢，这时候要总结，要讲到呢，判断断与不断，就是说，无明是永远是有始有终，还是无始无终，还是怎样？本觉呢，乃至那个。这些死结智呢是怎么情形呢？当你成佛的时候，当你成佛的时候，这个本觉是什么情形？死结是什么情形？无明是什么情形呢？是这样断理不断，就是在这里说明这些的哈、哦、断理。然后这两个这三念，这两个一起念的啊、哦，这两个啊、哦，复次，难法从无始以来熏习不断，乃至得佛，或者有断尽法熏习，则无有断尽离未来，其因何？以真如法常熏习故，妄心则灭；法身显现，其用熏习故，无有断。然后我们先下课了啊，先下，请大家呢要打开讲表第剩三页哦，讲表剩三页。刚才我们念到这个，就是说讲到这个，他这个本觉离体啊，当你成佛的时候是不断，还是像无明一样啊？
那你看，你看，就断立不乱，就在说明了那个无明本觉智、实觉智的含义哈。就是说，就是倒数第二行啊，互斥，再总结一下啊，互斥再说明了，整个再总结一下，从染法这个染法熏习，哦，从无始来就熏习不断，就是我们过去生的习气呀、啊，你没学佛的时候。被结合成了，这个习气很重，就是说你熏习，就是熏习不断，这一熏习不断，就是 不断的起破造业，得果报，就是。但是呢，你已经学佛了，慢慢来。是等我这一说，我学佛了，能够被成和觉，慢慢的能够一一体就用来照理，而成就佛道，我、哦、是这样。乃至得成就佛道了，或者有断。这意思说，染法的，因为染法是什么，就是依什么，依无明为因生三系，就是说后就意思无明呢，是刚开始是无始来就无始的，但是呢，当你成佛的时候，无明代表烦恼的黑暗，因为智慧的光明现前的时候，烦恼黑暗就被现行，就是后者有，但是这意思，就无明是什么，无始，但是有终。为什么有重？因为始觉智念念现前之故，说无明的黑暗就是有漏的种子，不会现行，不会现起，不会现行的之故是这样。后者有的是这个意思在这里哦。当你成佛的时候，无明不会现起，不会现前的。为什么不会现行？因为你那个始觉智的种子无漏的念念现前之故是这样。后者有的是这个意思。那相对讲，相对的净法欣喜呢？这净法是也要净法熏习的。刚才讲，我们刚才讲了，从那个真如熏习乃至妄熏习段，这无有断，意思很简单，即离未来，什么意思？这净法熏习就是这个业呢，始觉智的话，你透过闻思修的熏习，比如说刚开始无常观的智慧、无我观的智慧、空观智慧、假观智慧、中观智慧，这种智慧呀、啊。或无就无始的去慢慢的，能够转世成智，这时候就没有断，无有断出来，即未来，就它是刚开始是有始的，但是呢，最后呢，即未来不会断的，无有断不会断的，因为这个种子啊，念念现前之故，因为你熏习的时候呢，就渐渐慢慢的，就代表智慧的光明，这智慧的光明即未来，所以即未来之故呢。你成佛对不对？会不会退转为凡夫？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这意思说，这个始觉智啊，净法熏习的始觉智哦，它是有始而无终。刚开始，因为你什么有始？刚开始有漏的闻思修，邪是刚开始是有漏的闻思修，慢慢的呢，所谓种子现行，现行修熏种子，慢慢的。从有漏的闻修、闻思修的种子，慢慢转成无漏种子，是这样来，或者是这样，即未来是这样，无有断，即未来是这样。这什么词义呢？什么会这样呢？以真如法常熏习故，观其则昧。真如法就是真如常熏习啊，就是说能够一体其用，用来照底。就像说，那你怎么说？刚才我说，就像我们刚才讲过那个，就像现在讲说，如灯发光啊，光还照灯一样。灯光这个哎，慢慢哎，妄心这个妄心就妄想的妄心哦，就慢慢消失掉了，不会现前的法身显现，因为你不断的熏习佛法，把我覆盖的在那个镜子上的尘垢嘛去掉，我执把它去掉了，慢慢就法身显现出来是这样，哦，本有的法身功德就显现出来是这样，哦。因为真如法，这个真如法常熏就是代表一种智慧的光明，哦，就始觉智，念念现前，哦，然后起用熏习是起用熏习什么呀？你那时候呢，反正显现能够显现什么用？就所谓的妙观的智，已经转世成智了，妙观的智，平等性智，大圆净智，成熟坐智，念念现前是这样，念现是故无有断，不能熏习就是因为起用熏习就起用。修行修持，这个熏习就是修行一样，起用熏习，
故又断，不会断掉了。所以他那个真如法，他这个十劫智，这不会断的哦，是这样。为什么？那无漏种子念念现前之故啊，是为了哦。我们看一下呢，看那个附表，就是上附表哦，第三页，哦，附表第三页，倒数第一行，我一大师的解释了哈。从第一行一起念，念到第四页的第四行一起念了哈。染智成佛乃断，所谓无明无实而有终也，尽则毕竟无断。所谓始劫有始而无终也，染尽皆依真如本觉。所谓本觉无始而无终也。问唯识论云：佛果更无人心所心，即因用心习起，故无有断，如何废通？答：今言妄心昧，法身贤，即唯识佛无人心所心亦也。唯识论言：所化有情，无尽其故。穷未来际，是心平无断无尽，即今用心习无断亦也。思之。哦，这是藕益大师他解释要比较深入一点啊。看到说，你看第三页章倒数第一行，难法啦，到成佛就断，因为难法代表无明的熏习，因为无明为因生善系呀、啊。这时候你暗淡了，这无明烦恼，因为难法烦恼法代表黑暗，说无明代表无始而有终也，因为他这种，因为为什么有终也？因为智慧的光明念现之故啊。成佛，他那个始劫智念念现前呢、啊？那空观照智慧念现前之故，所以无明没办法现前的，是这样说。有终也是这样。那净法毕竟无断，众毕竟啊究竟，究竟不会断绝，或者始劫智念念现前。因为你不断的，刚才说讲过，你有漏，刚才是闻思修，是有漏的闻思修，慢慢的转成无漏的闻思修，就是本来是有漏的闻思修，就种子即现行，现行种子，慢慢的熏习。哎，慢慢转成无漏种子是这样，这时候呢，代表智慧的光明。我们看第四页呢，所谓为什么无有断，有始无终也。刚开始有始就什么意思？就是刚才讲，他透过闻思修的熏习，闻思修心中有些因缘呢，就也是能够慢慢学佛了。慢慢哎，修无常观，修无我观，那空观、假观，慢慢来，就是那慢慢的、渐渐的，开始有人所啊，人修的我。所修的法，慢慢达到人所一如一境界，慢慢转成了无漏的种子，就是漏种，就是时间是慢慢变成所谓的我们看从无漏种子起现行的哦。这时候呢，起现行，它就一种叫时间智，这种时间智啊，它是这种无漏的闻思修啊而成就出来的哦。那这个。就说你不断的，所以它有始无终，也代表因为时节制，这时节制就代表了智慧的光明。说刚开始有透过有漏的闻思修，慢慢转成无漏的闻思修，而无终也是这样。因为念念现前，所以呢，它不会退转于凡夫，是这样啊。佛，你一旦成就，比如说你成就，不要说佛好了，你成就阿罗汉好了，你会退转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我，比如说阿罗汉，我空的智慧念念现前。说不会退转的凡夫啊，是这样。两个何况是佛，说难尽呢，不难法的熏习，净法都依真如本觉。所以本觉是无始无终也，本觉是无始无终的，真如啊也是无始无终啊，是这样。这无始无终，这个真如就是说不会，这个真如本就是真如，就是说他今天到三恶道也不会消失，就是无始无终意思。到佛境界也是无始无终的，是这本觉真如是这样啊。那问。这里面现在藕益大师有讲，唯识论就是成唯识论讲了，成唯识论，因为成唯识论它是在比较深一点的，那在解释那种唯识三十颂的一本论，叫唯识论，成唯识论。那佛果跟我们人心所心，尽怎么用心，还用心习呢？不是无人佛果，还用这个用十劫智，用那个十劫智来熏习，就是那个我说妙观智呢，平等性智哦，要熏习，故有断，如果会通。这时候，藕益大师又讲了，他正问哦，今说妄心昧，就烦恼昧啊，法身显现出来的，即为是无人心所熏也。因为法身显现的时候，他是呢，刚才讲了无功用处，他不假造作的，他没有说人度了我，所度了法，就人度就是没有人心所熏，有这意思在这里。因为佛陀啊，你法身显现的时候，是人所亦如啊，
人所一如是这样，全法司法是一如的境界，全法司法就没有人心所性的意思。那是这样，这个叫唯识论家哦，说话有其无亲其故，因为这个四字经品呢，就是什么始觉智的智慧的，这四字经品就是刚才说念万法智、平等心智、大愿尽智、成而若日，是这样无断无尽哦，不断无尽、无断尽，说尽用熏习无断意也。这种他因为这种智，他这种智慧啊，这种智慧啊，这个觉悟的智慧，始觉智哦，是念念现前的，是这样哦，是无断已，是尽用心无的失之，像这个最好。那这边下面这个普表呢，就是说我们也要复习一下，这个净法的心喜分成两部分，就是万心心喜。请大家看29页哦，再看对照一下，就对照这个表哦，看一下29页，29页万心喜哦，因为净法心喜分成两部分，一个万心心喜啊，哦，29页哦，这边也分成两部分，一本是一个依地落式的，一个是业意心喜哦。分别四心喜就是什么？第六是依第六识来修学佛法，就是依之凡夫、这二圣人等这些哦，这个大家看参考一下就好。然后一个是正如熏习，一个是一心温习，有一心喜，一心人业见教菩萨。刚才讲过，这个见教菩萨就是说可能是别教的菩萨，第二是这天台宗啊，法师叫藏通别眼，眼见毕竟是别教菩萨。顿教业是初诸位菩萨，因为刚才说因为那个初诸位菩萨。哦，初诸位菩萨、顿教菩萨就这样哦。那他慢慢不断的慢熏习，一心也是不断的熏习佛法是这样哦，一心习这样，就是一观心习来讲。那接下来讲到正如熏习，正如熏习分成两部分，有这这在就是大家看到这三十页这边哦，30页就正如熏习了，对照一下哦。正如熏习分成两部分，也是看这个图表呢，看这个表是上师傅表第4页这边呢，就分成两部分字。不能自体相续，什么自体相续？正如内心，哦，正如内心目的啊，让我升起，内心让升起什么？厌生思苦，哦，寻求极乐那个意思，寻求涅槃境界，一些那个，那是因为啊，正如是你要想要让众生的升起，这个妄心，这个妄心是清净，要强调多情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正如内心那个人心、民心、众生妄心，什么意思呢？就这个。因为这个众生妄心是一种，那是一种清净的、啊，慢慢的，一种他厌这个妄心是一种，透过闻思修的熏习，想要厌对这个生死苦用厌离，对那种涅槃境界的需求是这样，这个妄心是这样，是清净的妄心，不是杂染的妄心。那妄我们说妄心，妄心里面有染怀是妄心，净怀有那妄心，所以这个妄心是一种。清净法的妄心是这样了解，他慢慢的就能够升起的始觉智哦，是这样哦，引生始觉，这个无始觉智也是要透过闻思修熏习啊，哦，是这样。你今天因为你在前面讲过，你看到、哦、你再复习一下，就是那里呢，这个大家在那个第几页啊，附表17那边，了解到这个妄心熏习也是要闻思修熏习，不可能说你没有，不可能说我就是正如问心，你看我一大是怎么解释哦。好像是哪里、啊？哎，这可能在以前讲过了，好像附表16那边还是附表15啊？这复习一下，这了解一下这个哦，那个我一大师的解释的，都行啊。附表17啦，附表17哦，第二页，附表17第二页哦，就是哦，倒数哦，附表17。附表17哦，第二页，附表17第二页，倒数第五行啊，哦，就正内心啊，二，你看二是无漏种子，你们看，从这样一起念到最后一行好了哈、哦，二是无漏种子内心，令其信受不疑不谤也，令妄念心厌生死苦，求涅槃乐者，即是其有漏闻思修慧也。以此妄心厌求因缘复心真如者，为有漏闻思修慧，内则增长无漏种子势力，外则感括诸佛菩萨慈悲也。这样讲到这边就好了啦。哦，就说我们刚才说，自体相形就正如内心。你要，但是你想哦，就是正如内心啊，你其实这个内心是过去生，你过去生，需透过闻思修习而来的。不会偶然的，知道吗？这种，
这个无漏种子内心就是正内心，它是通过过去生的熏习波来的。比如说，你看有的人到那个，就是说，你看他在念你那妄念，这念这妄念心，厌生是苦，求涅槃者，都是过去熏习来的。你想想看，有的人去那个到三业那个三年道场，看到听到这个暮鼓声中，哇，感到很感动，看人家拜佛念佛，然后也是在那边熏习，哎，就觉得哇，有内心的一种感动。我种种的感触，那就是种正如内心呢，是这样哦。上就这个，哎，但是这个就是啊，透过过去生的熏习来的，知道吗？因为你熏习，因为你为什么？你看哦，看倒数第三，以此妄心厌求因缘，复熏正如，就这样。因为有了闻思修，内者增长什么？无漏种子，思力在增长在正如内心。因为有漏的闻思修，所以今天我们。你今天虽然是有漏的，有人所，人所，我说是人所有人，人修持的我所修持的法门，虽然呢，但是呢，能够内增长上，因为熏习，修习第八，熏习正如无漏种子，这是正如内心，外增上，感应道家，因为今天我修学佛法，能够得到佛菩萨加倍，这外感扩佛自发师，也就是外，就是那种我们说啊，就是用熏习，刚才不说。正如熏，内心还有用熏习，就这样。所以公布当间说，闻思这个讲到，虽然讲正如内心，也是过去生的修持而来的，不会偶然的，知道吗？你看呢？我们说上次举个例子，弘一大师，你看，虽然在生那在年轻那个，在这个五欲六尘境界中迷，但是能够看，我们说啊，五欲梦回，能够觉悟，也是过去生熏习来的。不可能偶然的了，知道吗？这就这样，这种内心是要通过闻思修熏习来的哦，是这样。好，那回到还刚回到附表，刚才那个附表18那边哦，回到这这个跟大家勉励一下，就是说我们也这要是要熏习，要不断熏习佛法，不是偶然的了。这种内心呢就这样哈。好，现在这个字这种现象就讲到这边就好了。然后现在用熏习也是一样，这个差别平等，我就了解一个增长心也是福德庄严。哦，算也就是注意庄严，提醒大家而已啊。就是说呢，这个就熏习佛法，能够增长我们的福德智慧庄严，就这样哈。好，回到讲表呢，请他回到讲表哈。这大概把这个正的信息讲过了。现在文靠那个，请他回到那个讲表哈，那个三四页哦，请看三四页。三四页在讲到什么？体相用，大圣的体相用，在哪里？请大家看一下，看到14页以下，再对照14页，附表讲表14页，讲表十四页，哦，讲表14页哦，这边呢，哦，我们看一下，就是行数是第几行啊？第五行是圣昧门，有没有看到？是心圣昧门，心二啊，哦，刚才我们把这个心的圣昧一项讲过了。了解过了，接下来讲显示大圣的体相用，这意思是什么？在色面中，色面门中有什么？这样有这个大圣的体相用，就大圣的体相就生就在这个色面门中，就这样啊。这个第，从你看看第14页的这个四色门分两部，第一个就是已经解释的新色面印象，现在解释显示大圣体相用哦。再回到这个讲表第14页这边来看一下哈，对照一下就知道。就说后者来讲，这样显示大圣体相用，就是在色昧门中有这个大圣体相用的含义，就这样。为什么？你看一下哦，这里面显示先显示体相，好，哦，来借事宜哦。先第一个先显示什么？体相、体验相。这个因为要体大，因为复习意思要复习，因为有时候前面讲利益分，你对体大。一切法是正如平等，不仅还哦一点概念，但是相道面上就无量功德故，性功德故，你还没有这里面要解释一下。看到，哦，正显是要体相，体大相当哈，哦，这四行一起念一下哈，哦，就是正四页哦，前四行啊，哦，第四行，复次，真如自体相者，一切凡夫声闻缘觉菩萨诸佛，唯有真觉，非前即生，非后即灭，毕竟常恒，从本以来，性质满足一切功德。所以自体有大智慧光明义故，遍界宝照我皆义故，
真实事之一故，自信清净意一故，常乐我净意故，清凉不变自在意故，具足如是，过于恒沙，不离不断不异，不思议佛法，乃至满足无有所少意故，名为如来藏，亦名如来法身。哦，你看他这里现在哦，这段话复制又解释，开始解释了。这另一段要说明，已经把我们前面把这个新色门讲过，现在讲了，这色门中还有体相用。哦，第一个呢，正如是讲，先说正如自相者，他先什么？先说明了。虽然现在讲正如，这复制要说明正如的本质具足，正如自，它自就本质具足的体。本质具足的相，先说体，先说明体大，再说明相大。你看哦，一切房屋就先说明体大，房屋是六道众生，声闻缘觉，二圣的圣人，菩萨哦，菩萨法界，诸佛法界，说房屋圣闻就是些什么？十法界来讲，房屋是什么？杂染境界，声闻缘觉菩萨佛是什么？就是四圣清净法。一个杂染法，一个是清净法，是这样说。十法界呀、啊，就是因缘所生法，为什么没有增减？无有增减，没有不增不减的意思。虽然呢、啊，就气机接近的意思，因为真谛理来讲，真谛理没有增没有减呢、啊。这个十法界一切凡夫圣缘觉菩萨诸佛世界，是什么？依经作记，因为不变说来讲，确实就是因缘所生法有这种。四圣六法界确实有四圣六法界，以前是讲也体来讲是依经作器的，确实不便说来讲，确实有这种十法界的染净也体，但是无增无减，非情非什么意思呢？无二增非情是非修即灭，必因常有这样，因为什么？因为胜利地正地来讲，气息皆精，虽然呢、啊、没有增减，就你今天啊成佛了，你的佛性有增加吗？就是意思呢，这个精子100%精子有变120%150%没有，还是一样100%没有增加。因为你到三乐道，你这个精子可以做成马桶尿壶，马桶尿壶的成分也是100%没有，也没有因为到三乐道而有所减少，佛性没有减少，不增不减啊，真如是不增不减。所以那个这个心经说是诸法共相，不生不灭，不扣不减，不增不减，就是那意思哦。也就是说，非精就是不，非精是不生不灭的意思，非精就是佛后寂灭。哦，真如不会说，这要了解到真如这个体呀、啊，真如啊，不是因缘所生嘛。非精是非精，意思说他在到我们要了解到真如啊，佛性它不是因缘所生啊，不是啊，前际生了，哎后那到后没有说啊，你成佛了就没有这一回事，都是真如啊。不生灭，就一非即非后即灭，它不会随时间、空间而有所改变。正如一非即非后即灭，就是在这里啊。哦、这个因时间来讲，不前，因为正如是无始无终的，无始无终的。哦，这个因时间来讲，不会非即不前即生减啊，后即就灭，不是后即灭掉，是这样。也不是不应常恒，这些空间来讲，它必偏偏就是横遍十方的，毕竟究竟究竟呢？恒常住的，恒常住的，恒遍十方的，就是正如这他是这样哦。这也是这里面讲的，也提大来讲，正如平等的，凡圣是平等的，就正如也是说第一这一段话是这样讲，他提大哦，真的是平等的，没有差别性的，不会因时空而有所改变，是这样。了解正如他不是因缘所生法，就这个说明这段话是这样哈、哦，不是他时空不会随时空而有所改变。哦，毕竟常恒哦，恒常住的，究竟常住。接着讲相大了，讲他有具足无量功德。这相大就在利用人啊，二者相大为如来藏具足无量新功德故，具足无量新功德故、啊。这里面讲六种，其实六种呢代表一下，了解一下就好了。但其实它是具有无量功德，为什么呢？信，这个信就从本以来啊，无量劫来啊，这个真如啊，这相大呢，这个体系呢。本来是本质的满足一切功德，本来就具足，圆满就满足就是圆满具足一切功德了，哦，那下面要解释你怎么什么一切功德呢？你用具足什么一切功德？我们知道这里面就讲到了观音菩萨大悲，文殊菩萨大智，普贤菩萨大恨，
哦，《地藏菩萨大愿》在讲什么？一切功德就讲向大的功德，所谓就解释了，自体就是这个本质，自体有什么？就自这个真如不是性啊，本质具自有，本这个自体有就是真如的体性，本质具足什么？大智慧光明故，这个大，这个大是绝大的大，什么叫绝大的？就是大圣，人讲说都大圣的一体，他是意思上他大智，那这个他体性呢、啊，具有什么？无量的智慧，无量光明意识。我们说啊，无量光明，无量智慧，也就是代表它无量光明、无量智慧、无量光明的含义是这样。我们说一点是，就是我说刚才说大智，就是文殊菩萨大智一样，大智慧。这智慧光明，当然包含了这根本智，对不对？能够照真如理，后罗智显现中无妙用。根本智的意思，照常集。后罗智呢，就全智，当然。集而常照意思，哦，那显现光明，那光明要光明一样代表妙用来讲了、啊，智慧哦是妙用，那妙用哦显现大智慧光明故。第一个哈、哦，他第一个讲他大智慧光明故，第二个呢，遍照法界义故，因为他既然有大智慧大光明的话，就能够遍照法界什么？遍照这个讲遍照的十法界，可以这样讲。那从华严中是遍照什么？四法界、理法界、理事外法界。世事外法界也是这样，因为它有这个大智慧光明故，智慧光明一故啊，是这样。哦，第二个作用，第三个作用呢，有第三个功德了。第三，真实事之一故，真实的事，能够因为它有这个智慧啊，能够真实了达知什么，知一切法，真实的事之，这个事之就是能够体会通达一切法，什么切法，就是难法和净法，什么难法？我们说苦集二谛，是吗？世界的因果是渣难法，渣难一他集，灭谛道谛清净法是吗？就是出世界的因果，他们一清二楚啊。这真是之一个，就是这个意思来讲，一切对一切法的难法、渣难法的世界因果，清净法的出世界因果一清二楚哦，灭谛道谛一清二楚嘛，就是哦。然后自性清净故，他虽然这时候要回到呢。他体性上清净的，这一清净意思呢，它是平等，意思说它是平等无二意思，就像说啊，在《金刚经》所说的“互之虚比，四法平等，无有高下，四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那意思。四法平等什么意思？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叫办四圣六法界，就四法平等，就是凡圣是平等的，没有差别，就清净心它的是平等的，哦。一切众生是平等，要有那个含义，它凡圣有那个咒含义，就是说那清净是平，凡圣是平等的哦，就这样。这个清净自性清净一故是这个意思哦。第四个、第五个是什么？常乐我净一故，常乐什么净？常乐我净就这四，一般来讲，这就等一下看到看偶一大，你看看那个慈悲大师解释哦，常乐我净一故，就四德了。一般讲，那常就恒常住了，恒常恒常的乐就是这个乐就是这种。因为这个乐是什么？涅槃寂静乐，菩提皆法乐的意思，不是那种无义之乐，也不是一般的那种一般的法乐而已，它是一种涅槃寂静，让佛的境界哦。我净，这我是真实的我，人家是我是像八自在我，有些八自在有什么意思？那我是自在意，自在的意思，自在我，自在我净，那是这种这个净就是一种，那是一种净，这个净来讲哦，是一种呢，所谓刚才讲。照常寂的意思，就讲应该这样。照常寂，内定跟那我空火红正的相应是内定，是这含义是这样的。那、啊、第六个含义是清凉不变，清凉不变，因为为什么清凉呢？这个看他意思哦，清凉代表智慧，般若智慧。为什么？因为烦恼、烦躁、劳动，这清凉让你不会烦躁、劳动，内心能不会被这个烦恼火所灭、所迷惑。就清凉代表般若智慧，不变呢，代表他能够。内心就和法身的法身相应的，所以你不会说被时空而有所改变，这法身啊不会随时空有所改变，就不变代表法身自在义务，代表解脱含解脱的功德，解脱功德自在会怎么样？他不会很自在，他身口意的造作都很自在力的哦，是这样，自在力是有自在也不会，就是说以法自在的意思哦，不会被佛、啊、所束缚住，是这样。是业三解脱门来三难、啊、那个。我说三德，就是说那个波罗法身解脱来一个哦，而且看到讲到这边，我们看一下，看到今天上户表第五页，
附表十八第五页，看一下，再就是根据陈大社解释的，我们看一下就好，读一下就好了。从那个第五页啊、哦，这上头上第五页啊、哦，第二行一起念到最后一行啊、哦。而言体为相之所依，相为体之所有，故曰自体有。自体有三智、贯下五趣，皆体所有之相。所具即体本具智慧，曰明。有光明之相，曰光。明即智慧当体，光乃智慧之相。此第一本觉智明义。这是慈大师的解释，慈大师解释很非常好。我说给他照一下，那听看他自体有。这是由，就是我们本性本体，就是本性，我们正如自性本质具足的功德，就是哦。那体为相，体相是互相依，指的是这样啊、哦。体为相所依啊，相为体之所有这样。那这个体，你看他讲的都非常好，大家参考一下就好了哈、哦。这个我就不予解释，大家都了解哦哦。搞把光明的解释一样，我、哦、明就是带明就是带智慧的当体当下，光乃是智慧之相。你看哦，就这好，这完第一个曰他曰本觉智明故，就大智慧光明故。然后接下来第二个，这第一个，这第二个含义呢，一起念的哈、哦。二，遍照法界义故，为本觉显照诸法义及光明之用相。大智慧光明能遍照事法界，即理法界、事法界、理事外、事事外法界，无法不照，就事法界言，则因毛孔义法界。一为尘，一法界，一正大小，一切事无不遍照。以三法界亦无不照。这个遍照法界，他讲的又把从法眼中，因为慈悲大师是法眼中的大师啊，他就把这个这些啊，他的代表中这个光明，那个大智慧、大光明、大智慧光明的这个大智慧、大光明的，代表中遍照四法界，就这样哦。那这里面这个四法界也就以后，因为这个我就没解释了，这个以后我再说明哈、哦。那四法界看，哦，四法界一毛孔一法界上，这里面就要了解一毛孔一法界上，从一毛孔看到什么真如，这法界就是真如意思，从一毛孔就看到真如了。一为尘也是真如，就这样哦，它是意思在这里哦，只是在意思说他看到能够看到从一毛一法界是这样看到，我是这意思在这里哦。你看到一个一毛孔是如来藏意思，一为尘是如来藏意思，好、哦，遍照法界。那接着看倒数第四行第三个哦，三真实事之一故，显照时五导意及大智意六根照六尘境，不只为实有，人知前世即理，如颠倒错乱，曰真实事之及六根门头，幻波若光动无明地也。他解释又非常好，你看，这时候他讲啊，他这种真实行，那表示他没有颠倒，是真实的意思，就真实看到。刚好说，我说他能够了知一切染净法，对苦集灭道师弟，他这时候要他讲的无颠倒义，他依着大智慧哦，观照这个六根六尘境界哦，他知道六根六尘是什么唯心所现境界，或者不只会只有他知道六根六尘都是唯心所现境界，所以能够知道前世机理，这个前世机理不是知道，这是他的。这尘世就是六根六尘都是什么？都是正如自性。六根六尘是就不离开正如自性的意思哦，都没有颠倒错论了，这真实之啊。那六根呢，放波了观动无明力，这是他业他的妙用。六根能够，这六根啊，能够放波了观动无明力，表示说这个六根有妙用，能互用了、啊哦，而且有显现妙用，波了放出波了光明。哦，是这样哦，动无明哦，指众生的无明烦恼，能够从无明烦恼中觉醒起来，是这样哦。那、啊、接着看第四个倒数第二行，一起念啊、哦。四自性清净义故，即性离惑染义。自性清净即心清净，心为诸我之理，一切唯心照故。心性不二，本无惑染，即清净义。这是哦，那讲他也是用那个。是要心清净的意思，所以说，意思他讲，虽然自信，就意思我心，我一体其用，我体是自信，但是我让我这个八识，就第六识也是清净的，一体其用，我第六识这个也是在这里，心为诸法之体是这样，所以一切为心照顾，哦，同时就是说能够一体其用，用来照体，内心呢很清净，所以自然呢，他的种种内心都是很清净的意思，这样哈。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五个第六页，哦，第一行啊。
第四，这前四行一起念啊。五，常乐我净义故，即信德言变异，法身真常，数穷三际，无有改变，曰常德相。涅槃真乐在无量苦中，不为所苦，曰涅德相。法身真我处，六道不为所及，曰我德相。涅槃真净立九相而常净，曰净德相。此涅槃四德相即性之相，性中圆满具足，曰性德言备。哦，这个常乐我净呢，就是说你看我这个慈悲大师解释了，你看什么常德相，就是法身是片于，就是说数王际，哦，不会随时空有所改变的意思。常德相就这样。哦，那乐呢，就是正乐，就是乐，就是涅槃极寂乐啊，普拉揭瓦乐。哦，在无量苦不会受苦了。那法身呢，这个实际上我。看第三行就好了，涅槃真力力，涅槃真净力九相而常净，力九相是指那个虽然涅槃了，在这就算在成佛的时候呢，你成佛的时候，这就是说你成佛的时候，你不会说为这个，我想这个九相，我看可能是我这个我再查一下这个九力九相，应该单讲，应该一般讲来用啊，就是说你成他这里面涅槃真力净涅槃真，如果说耶佛来讲，他到什么觉华界还是清净的意思这样。哦，常净这样，但是这里面呢，因为它的妙应该是讲在不论佛法界还是那这个觉法界都清净的。那这个我这个查一下，这个没有注意到看到这个哦，叫相常净哦。好，讲到这边啊，再看六第六个第六个功德哦，这两个一起念哦。六清凉不变自在义故，唯信德无千亿，清凉止波罗不变止法身，自在止解脱。三德皆常，故曰无千也。好，就这样。接着我们回到讲表呢，就是说既有这个相大啦，他讲了六种功德啦，六种功德，从那个开始大智慧大光明义故，接着到那个清凉不变自在义故。但是你看善事业，你看哦，善事业在地上啦，这边哦具足，虽然是讲六，其实他实际啊具足啊，如是。如是指前面的具足，如是前面六个，还有过于恒沙，超过还有恒沙的功德，不是只有这种功德，就是这个功德还比恒超过恒沙的功德一样，超过这个具足如是过于恒沙，超过恒沙功德，哦，恒沙功德一样就超过。不离什么意思？不离就这个功德啊，不离开呢身如的体，因为刚才是讲相大，这些无量功德啊，过于恒沙就是。具足实际上具足哦，过于恒沙的这些性功德啊，是不离开真如的哦，不离开真如体，而且呢，不断，就是说这个真如的功德啊，是没有相，就是能够相续不断的意思，不断就因为这个功德具足过于恒沙的这个功德是相续不断的哦，而且呢，不以什么，这功德就是妙有，其实和真如是一样的，虽然有差别相，你看见哇，怎么？大智慧，这因为但其实它的体性就是真如，不一就是意思，它体性也是真如啊，哦是这样，看它妙有这些大智大悲大用，大智大悲啊，大恨这个功无量功德、啊、都是其实和真如是没有完全相同的，是这样，非常不是意外，它是不可思议是可以的，这种体大相大，不要说体大，那不体大那不可思议，但连相大也是没办法心是可以的，就像菩萨大悲大智大恨。大用那不可思议的吼，乃是圆满具足啊，满具足、哦，无有所少一故，无有少一故，无有所没有欠缺的意思，没有完全满足满，无有所少一故，就是说他这种过于超过恒河沙的这无量功德，这个向大的无量功德啊，完全圆满的，完全没有欠缺的含义哦，加上如来藏，如来藏是耶防护众生来讲，耶防护众生要如来藏，就耶藏觉华众生。就如来藏，就如来中如来藏，一米三如来华身藏，这如来是耶什么？耶成佛来讲，你成佛的时候，都不叫如来，叫如来华身是这样。哦，请大家看一下，看到那个上述表，第六页，哦，第六页哦，倒数第三行一起念，那、啊、倒数第四行一起念一下啊、哦。自体即执六义，佛王者过于恒河沙数，不离为集体之相，相不离体，不断为常住常住，你看常住相续，常往相续，常往相续，对，常往相续，不异为不异真如，相即体故，不思议为不可以有念之心思言意此功德相。哦，那这里面呢，就是说，我想这就因为它具就是这确实算六个
具有六种光体，但其实具有恒河沙的功德。你过恒沙，具足如是过恒沙，啊，不离就是集体相，就是这样，就是从这个，就是这就不离开，就是不离开正如之体，就是也这个相是相大，不离开体也是不断这相常往相续，啊，因为我刚才说常往相续是常往相续，那个不异呢，就是那个不异就是意思，他这个功德啊，他的体性是真如是这样，哦，这妙有的功德，啊，这妙有。这大哈不思议哈，讲到这，我们先看偶义大师的解释。倒数第二行一起念哈：一真如体，本具如此真实德相，故曰房屋日用不知，但名为如来藏。耶诸我出藏言明，转名为法身也。哦，就依这个真如体啊，它本质具足，这个体哈，刚才说体它是不随时空有所改变，但是它本具是具足如此的真实的功德相。即使刚才讲的六种啊，其实也是恒河沙无数的功德啊。但是耶神凡夫来讲，日用不知，因为凡夫是日用不知，是啥？被觉神的意思，被觉神叫日用不知。因为凡夫众生啊，他没有观照力，说没有，他没晓得哦。所以你看这个大悲大智大恨的功德是要靠什么修德来显现出来？是说凡夫不知日用不知是这样，说不要如来藏，在如来藏是耶就一般来讲啊，凡夫不知在这，凡夫不知就在如来藏。这样哦，他叫理，我一大师在以前讲过了，叫他理即法身的，叫理即法身。那耶诸佛出藏耶明，那如果耶诸佛来讲，耶从佛的角度啊立场来讲，他已经呢出藏什么出藏，已经没有烦恼障、业障、报障了，就是他没有烦恼障、所知障的耶明，这个耶明出藏本有的圆满清净的光明智慧显现出来的，是这样就转明法。这时候。这就讲明啊，这房屋就是叫转名为上法身也，不叫如来藏。转名如来藏就转名为上法身是这样，哦，是这个意思。说房佛不叫如来藏，佛叫法身是这样。那房屋众生，你一房屋也叫如来藏是这样。但是什么叫如来藏？就是如来法身的功德，常在众生叫如来藏。这以前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没再讲。就如来法身的功德，常在众生就是如来藏的意思。哦，好，接着咱们讲到这边，这样回到讲表呢。我们看那个这个释疑啊，哦，为什么说为什么你奇怪这个怎么体是平等的，怎么有这些，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功德呢？哦，这么样的功德，哦，向大用的功德，哦，请看释疑，哦，我们看那个战士业，哦，倒数第三行，这三行一起念，哦，问曰：上说真如，其体平等，离一切相，因而复说体有如是种种功德。答曰：确虽实有此诸功德义，而无差别之相，等同一位，唯一真如。此因而以无分别、离分别相，是故无二。复以何义得说差别？以业是生灭相是，此云何事？说前面要问曰：就你讲到说真如是平等，确实将体大是确实，凡身是平等的，确实离体系是平等的，哦，没有差别相的。凡圣是平等的，就没有四圣流法界，那是离一切相的，没有什么那杂染相，还是杂染的生死法清净念是离一切相的，这种是这样，没有什么，就是刚才说四诸法空相，不生昧，不垢不净不增减，就像如今心经那个意思，心经那个意思一样，本来就离一切相，那有什么增减啊染垢没有，但现在怎么又说体有是这个体正如体？怎么有这种种功德呢？对不对？就也许为什么要向大用大呢？就是有向大用大的功德呢？这时候答曰：所以只有这些向大的功德义啊，但是没有差别之相。为什么？等同一位是吧？等同一位是吧？就等同真如，一位是耶复有，等同真如的意思。唯一真如，一位就是一样的真如法是这样。唯一啊，都是一样，等同都是体性，等同一位体性的一样。这一位是也是用譬喻说了，哦，因为都。等同，那一位我们说啊，这个前面如果师讲那个显，每个都显的，师每个都师性的，就这样，意思在这里哈。等于是这个意思哦。好，唯真的纯印的什么意思呢？与分别离，无分别什么意思？分别就是能分别的心，离分别相是离分别相，这分别相是所分别的法，就是离与无分别。无也是理啦，理也是无意思，就是意思上真如啊，这些虽然这个功有这种种的功效，他们是没有人手，没有人手的分别意思，是故无二，它是没有差别性的，
哦，是没有差别的，因为他其哦是没有差别，他们没有人手，没有人手分别，人手分别，所以是故无二。那请大家看一下，看到附今天附表哦，第一页附表19第一页，看一下第一页那个第一页第二行一起念的啊、哦。一切种种差别之相，平等皆是一法位，相相皆是真如，唯是一真如法位耳，就是这个意思哦。就是你是一位，可是一位都是如果想我们酸甜苦辣都酸，全部都是酸，甜全部都是甜，就这也是这意思，这意思意思哦。我们看接着看下面那两行哦，就是第二行、第三行、第四行哦，一起念哦。以真如一而不二，一若分别，即有人所；无分别，即无人分别心。离分别相，即无所分法。其无人所之真如，为正者乃知，故离分差别而不二。在这里面，就是说要了解到说，你今天讲无，为什么唯一真如？因为它没有分别。就是说，那这个你显现这种功相大，其实它还念念看和真如相应的，说没有人所的。说离分别没有分别的心，也没有分别的相，就是没有人所哦，就是他真如是没有人所的，因为他体性是真如，所以没有人所。为正者乃知，这正者乃知，就为正者才知道啊，哦，故于差别而不二也是这样哦。为什么那不是一般凡夫能够知道？你看藕益大师怎么解释？哦，倒数第五行一起念啊，离分别相者，非之凡夫二圣权位菩萨所能测试也。无二性故则为是言成实性所设也。说离分别什么意思呢？我一旦说不是凡夫二圣的圣人，而是权教菩萨所能知道的。这权位菩萨指什么？就指那个三权位菩萨实质实住实行所谓叫菩萨所能测知，也就是那种分别相啊，不是一般来讲我们体会到的是这样所能测试，所能了解的哈，能够了解的、通达的，是这样哦。好，讲到这边就好。接下来看一下，回到讲表呢，哦，说这个四无二，说互以何异呢？就倒数第一行说，又有什么？那是异什么何异？虽然说你讲到是没有差别相，但是你是异什么差？都说异什么？都说差别呢？还是有差别性的、啊？就像那。还有这个六种含义啊，哦，六种功德相还是有差别相。这里要讲一业是，这是维系的妄想心呢、啊。我们说维系的妄想心，它呢它是生灭相，维系的妄想心，它本身就生灭相来显出来的。哦，这是意思哦，这个体相用三大都在生灭中，体大相大用大都在。生命中要依这个生命相，要对这个生命相才能显现出来。要生命相是依业是生命相才能显示这些体大相大用大的含义。哦，此因何就是哈、哦？此因是什么？这你怎么讲？这此因何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是这样从依业是生命，看一下那个圣俗业哦，开始啊，请大家看一下，看到那个今天附表第一页倒数第二行，一起念一下啊，第一行一起念啊。真如理虽是一，耶能修显示说，则不妨有差别。以业是即前有无明相，或有生灭相，哦，无量三系六出种种烦恼，举世以色前破染相，转差别染相，即是差别禁锢。对不起啊，倒数量或有生灭相，不是生减相，打错了，对不起，打错了，或有生灭相，就是因为前面有哦，这是。真如理虽然是一啊，但是呢，有时候也要耶人修行，又耶这时候他耶人修就是耶修行，耶修行人来讲，哦，又为就是说不得不受差别相啊，不妨有何妨就不妨有差别，不妨有差别，就是也要写是差别相，因为修行在修，因为一在业是来讲，前面有无明相，哦，业是在前面后有生灭相，就是后面后有生灭相。因为业识就是因为无明妄无明啊而生起来的妄，第一个，但是业识就是自证分很难维系的，但是为是为自，我们说前面讲说无明唯因生在气，自证分就业识的意思，就无明相那很维系，还有人见相，人家是转世，
今天像什么现世，那很维系的哦，这是很维系的那个妄心呢、啊，是这样哦。那后来生命像什么？无量三系六出种种烦恼，生命像就讲从三系，接着这个形容这个境界像又转出来，境界我也长六出，就慢慢哦，六出从自相啦、相应相、自相、寂明相、哦、企业相、意识国相，那六出这样。那几这个四设前后难相啊，是几是因为几这个四业是要前后难相，前后有什么？前面的业识几世要设前面就把转世，哦，转世现世这些啊，然后后面的自世、自相应识那些哦，转世还有差别难相哦，转世差别难相，差别难相就是前面讲的都是说转哦，转差即是差别禁锢哦，这个转就说这个他这里面呢，就说转差别即是差别禁锢，那这里面就说。先讲一些，先以业识来讲哦，这个它这个转化来讲是差别禁锢，它是一种把这个呢能够转染成境的意思，转染成境哦，转染成境的意思。但是它这句话可能是不晓得它会什么哦，这个句话要再查一下。它因为它一它像讲为什么要讲那个从这个什么生灭相识，就是它要把这些哦，今天在因为在生灭缘中啊。有杂染法，就是染法熏习，有什么清净法熏习？它的转差别难相是什么意思呢？要从什么？就是要从这个华灭门中，把色灭把就是要把色灭门转华灭门一样哦，转差别难相是这样，即是差别禁锢是这样。那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啊，他今天讲这个。六种功德相也是让我们体会到要怎样不断的要闻思修的熏习，就是这要从华灭门慢慢的转上转杂染法为清净法，意思是这样，这个也是真是这意思、哦、好，那回到讲表，我们看一下呢，看那个第一行、哦、看那个我们看念到、哦、就前四行就好了，三十五页哦，三十五页前四行一起念的啊、哦，一切法本来唯心，实无一念，而有妄心，不觉起念，见诸境界，故说无明。心性不起，即是大智慧。光明一故，若心起见，只有不见之相。心性离见，即是遍照法界一故。若心有动，非真是知，忽有自性，非常、非乐、非我、非净、乐老衰变，则不自在，乃至具有过恒沙等泛滥之意。对此一故，心性无动，只有过恒沙等诸境功德相意示现。这里面讲到啊，现在开始解释了哈，为什么这些要为什么要依业识来说明这个差别相呢？第一个，一切法本来唯心，什么一切法？就一念所生法，十法界的染净缘起，就是四圣六法界。这个四圣六法界啊，本来唯心是什么？本来就是一切法是什么？就是这是因什么？因为说法在熟地里来讲，熟地里有算有杂染的六法界，有清净的四圣法界，确实有一切法就这样。因为熟地来，但是呢，本来现在意思，契机接近的意思。因为真地里来讲，这里都是真如法，他们提虽然有杂染法的六法界，清净法四圣法，但是他的体现是真如为本来为就本来为心，因为什么？因为真地里来讲，就契机一切法是什么？依静作契。本来现在气息皆精，就像刚才提大一样，就是这样啊。本来就这个就是把也提大一样，但是所以书院真如啊，真心上书院没有什么那种种的差别念头，书院没有能念所念，书院就没有那个种种差别能念所念，没有，确实没有能念所念，是没有就没有体就是体性啊，我们的自信本来就没有差别相了。对不对？你提心中是无念，真心没有什么能念所念，还有什么是没有内外之别的，是无一念的哦。怎么讲呢？我举个例子，举个典故，大家参众公案听看看啊、哦。这个公案是这样讲哈、哦，他是怎样讲呢？在这个在唐朝有文殊禅师啊，哦，唐宋五代也有文殊禅师，他曾经参学过一位道明禅师啊。那参禅学的时候呢，就说他
就从有一脚要踏入门槛的时候，这个道明禅师呢就出其不意的把门关起来。这位无眼禅师呢就大叫：“哇，好痛啊！”那个道明禅师就说：“怎么谁在痛？”哇，禅师啊，是我啊！这个道明禅师说：“你怎么痛啊？”这个无眼说：“我脚在里面，我脚已经踏进去你的脚，你先把门关上了，所以脚在里面，我头脚在痛，我这个那一只脚踏到房间内的，踏到那个门内的那个脚会痛，你关起来。”那这个禅师就问：“哦，你脚在里面，那你人在哪里呢？”“我人在外面。”啊，这时候这个禅师，这个道明禅又问眼禅师说：“你人在外面的话，脚怎么会在里面？”这时候这无眼禅师又提到：“是的，他是这里面就是他们是对那个问话那个就互供，就是那个就也就禅宗它里面的互相就是公还了就是这时候那个这无眼禅就提到：“哎，本性是没有内外分别，是这样。”他这里面就是我们之所以有那个内和外。这差别性有差别相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说善恶啦、大小啊、是人我的是人我是非就这样在禅宗里面是没有差别性的。为什么这讲呢？在一个公案里面呢，这个听过禅公司的开示过，有一位禅师啊，他经过市场上呢，经过那个市场里面有卖肉的市场，很多女人呢、妇女呢，都会买肉。我要买好的上等的筋肉，筋肉是没有，就是没有回肉的那个肉了。筋肉，跟那我换讲，要上等的筋肉，上好的筋肉，这个也是我要上。每个人都说要好的筋肉。这时候呢，这位肉商呢，拜嘛拜了说拜上，那把那刀子倒换掉。你看我这边哪一块不是上等的筋肉？都是意思，说一切都是真如境界，一切都是真如啊，没有说一切都是真如的意思，没有什么啊，这边是好的，这不好，一切都是真如的，一切都是真如意思，本来就唯心的意思，一切都是真如的境界是这样也是个含义的有这个典故了。好，接着看一下呢，再回到讲表而有妄心，这里面讲，他现在讲，先把一个构造，就一切真心是没有人所的分别，没有差别的念头，事无念就这意思。请大家看，顺便看一下，看到今天附表先看一下附表，今天好 第二页附表19第二页就是第二行一起念了一切染净法本来唯是一真如心，实无有能念所念，就没有差别心的，没有差别的念头，能念所念就是能念这个念，这个里面就是差别的念头，就这意思那这里面呢，我看到再回到讲表中。为什么有众生有妄？为什么众生有妄心？妄心是从哪里来的？因为这就要回到后面，因为无明不觉，不觉是无明之故啊。因为无明不觉起一个念，起念什么？这个念就是业识。因为无明熏习正如，就显现了业识，无明就是业识的，就妄心出来妄心出来。然后呢，妄心而在又熏习无明，形成妄境界。妄境又熏习妄心，就这样。那这里面你看，我先讲这三个就好。不觉起念，就因为无明一念的无明不觉呀，而升起妄念的业识。然后这时候见，这时候呢，见是见分转世的，所谓能见分、能见相的见分呢，见是境界所见的境界相分，故说无明。接这个三个系，这个三个维系的心头，三个维系的妄想，叫做无明。请大家看哪里呢？请大家看附表十五附表十五附表十五，附表十五第一页就知道了。附表十五第一页第一页，附表十五第一页这个图表里面呢，这个表里面你看一下三系六顺，我们看第一个不觉那边呢，无明业相就业识无明业识了，能见相就转世，能见见就是见，你看不觉起念的，就是不觉起念的念就是业识。见入境界的见就是转世，就是什么见分能见相，那境界就境界相，就什么相分，就什么现世，就这样。因为这个三系上，耶说无明是这样，因为这个三个一配就是为什么无明，因为三个系叫无明是这样我叫无明的那回到这个就是说这里面呢，先把这个了解一下无明呢，接着我们看一下呢，
他怎么，就说你怎么今天啊，你怎么刚刚说我说为什么要转这个染法为净法，就是说为什么能够转，刚才把这差别的染相转成了净法的差别，转了净法，为什么？你看一下，就说那你这染相会怎么看一下？下面再讲讲，你看我们看那个第四页，就是净念护表第二页第四行一起念啊，第四行念这行就好了，念第四行一行，对显相为对恒沙生染灭染法，以显恒沙功德净相及搭其差别之意。这对一下，就是说你今天为什么这个差别相，就是因为内心有法宝之故，知道吗？能够转，就是你有那个智慧，有般若智慧，有十劫智之故啊，所以他能够把这个难法转成净法，是这样。对一下，这个对恒河沙，恒河沙，恒河无量无数的那个生灭难法，以显恒河沙功德净相，搭其差别之意。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讲表这边内容，心性不起，心性就真如意识，心性你不升起。不升起种种念头的话，就是你练习了这个意思哦，你跟你讲这个你要意思，你本身要你是不起念头，有观照般若智，有观照般若，就是练习了观照般若之故，你还不会升起中妄想杂念。为什么知道？比如说好了，这个六祖慧能大师，何其自信，本质清净；何其自信，本质具足；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何其自信，本不动摇。你用这个观照力的时候，心正，你真正就不会起这种妄想。哎，就本来无一物啊，怎么升起怎么这种念头？这你也许有这种观照智慧，知道这样，我升起的种种念头都是啊，都虚空不实的。那心性不起，就是禅宗常讲的一句话哦，那个动念即乖，对不对？开口便说就是这样，动念后面即乖。妄想杂念嘛，所以这时候你这个大智慧光明故就这样。所以这句话是说会什么？你看，我们看一下，先看一下，我们看净念护表哈、哦，第二页哈、哦，第五行这上一起念一下哈、哦。一无明智慧对佛体实无一念，已有妄心不觉其念，是为业转恶相，见诸境界为现象，三系生起，故说无明。若人修真空观，使妄心习惯性不起，即方无明显本觉大智慧光明义。重点就能修空真空观，重点一句话。这个真空观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知道，就是刚才我刚才念的说，本来我心本来就本来无一物啊，就是这下真空观，就是那个那句话，就是中观论一句话说：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我不是，就是你本身有真空观，叫做空到极处，意思那空真空就空到极处，不是哦，那是我升起的妄想杂念都是一念所生嘛，缘生无尽，当体即空，也是这么体会到，是这样哦。好，现在因为时间关系啊，那我们暂时呢，就是说学习到这边了哈。哦，那我们一起回向啊哈。愿你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